完全没人对这个有兴趣耶、欸！我是不是盖太远了啊？没关系。恐龙已送达，恐龙运输完毕。感觉我应该往这边拓，然后路从这边穿过去才对。要重盖吗？哦，是要。亏龙。哎，员工们，对呢，难怪他过不来，他问号我。哒哒，他在干嘛？正在冲啥？刚是打门，没有啊，这个有路啊，这个是对到的啊，不然他会说，你看哦，你看他走过来了，可是走过来不一定会进去，不一定是算有卖东西啊，可是你看哦，这边客群就很多。有怎么那么多？然后这边就在干嘛？出现问题时，大家会。然后这边就，哎，怎么突然就多人？这边就没人了。好啦，卖11块啊 ,11 块没人要买啦，好啦。没有偏僻啊，你看这边人就这么多。这人就很多啊。欸，人超多欸，这怎么会是偏僻的地方呢？开玩笑。你看多么热闹啊。或是大家都穷，很小，刚说亏龙嘛。好气！哇！你知道刮胡泡是第一？侏罗纪公园一的东西吗？有人怕剧透吗？应该不用剧透了吧？因为侏罗纪公园毕竟，侏罗纪公园毕竟是快20年前的东西了吧？他就是一个胖子，他把那个恐龙的胚胎藏在那个外表是那个刮胡泡，可是里面就是可以藏那种瓶瓶罐罐的那个机关。欸，他是。应该是卖那个东西啦。所以才会有刮胡泡。那时候我想说刮胡泡为什么是刮胡泡，然后夜视镜的话也是侏罗纪公园一。一个小屁孩他就是带着夜视镜看到暴龙。藏 D
DNA 的针吗？我怎么记得是胚胎啊？然后那个死胖子就领便当了。谁是谁？所以感冒啦，龙王龙。设置追加工作。没有，那胖子变肉酱了，他变排泄物了。欸，聊一聊，肚子饿了，想吃点什么？看，我忘记多付一只，不然等下要孤独。哇，对吧？被那个杀掉了，被杀死了。这个副业我们应该好好做。巡逻队，拍一张架子。来啊，这边最好赚啊！来来来来来，巡逻队过来。接获喂食处补充申请。对啊，他们都不能只养一只，烦死了。最少都要两只。那我们大家来拍照吧。警告，正发生蓄意破坏事件。又下毒。对，哪只恐龙又中毒了？蓄意下毒，还是游客中毒？哎、欸，北兰呢、欸？真的是很北蓝呢、欸。来拍PP，PP一定有钱啊！你看，这张相片是你自己拍的吗？嗯、啊。我要把合同结案了，做得好。解锁。如果在草食栏里面放一只肉食，那怎么办？我们过去合作无间，所以我愿意再给你一次机会。阿蒙的加入这个案子吧。甲龙，终极，经典人数，这句话可以有各种解释，特别是在这座岛上。但我指的是公园里活着的人，你懂吧？我想我们也可以说数人头，不过我不确定这样会比较好听，不然入场人数好了。这还没用基因改造呀。你要参加？很好很好，好，我们从头开始。我就有点、啊、生产新恐龙，培养他们，孵化他们，然后安置他们，你知道该怎么做。嘿，大家好戏上场了，这是历时数亿年的演化奇观秀，不过抱歉，你不见得能活着看完。偶尔丢一只，你说丢肉食吗？还是丢游客进去？我很不想再放一只迅猛龙。紫色的那个飞天小女警叫什么？我忘记了。
养肉12丢草食，那比较乖吗？准备补充喂食处。刚才被迅猛龙吓到欸。喂食处补给即将抵达。明白了。必死，好，那叫他必死，必死防御技。正在聊天。这只一副就是、哦、我来了，刚聊什么？发现认错人，就跟哈基一样。哎、欸，睫毛，哦，睫毛痛，睫毛痛，状态都会暴动。没有，原本就只是想要放三只而已，我就只想要维持他们三国鼎立。啊，殊不知任务叫我再放一只迅猛龙，不然我就把迅猛龙拿去买。模拟商鞅。放羊。来这里，应该再来是双棘龙。这边如果跳进来是死，很恐怖的哎、欸，这边一群像食人鱼的、欸。够凶！来，我们换迅猛龙。不，有点晕啊。甲龙要另外放。需提升游客人数，满足他们的需求。数量和质量都很重要。等下又发生事情。还是看数量。哇，糟糕！赶快做事。该死，等下我们有麻烦了。岛上的电网故障，该我们上工了。好，我们切换到紧急程序，并维护游客安全。知道怎么做吗？啊，告诉我你知道。我是兰伯特。看来这场风波是人为的。有人蓄意破坏。看来是这样。我电厂还有哪里啊？是谁来找麻烦吗？敌人、竞争对手、投机客，多到列举不完。的确是，我看看能找到什么线索。通话完毕。哒哒。甲龙会打架？哇，没关系啊，打起来啊！聊天室最爱看这些啊。甲龙在哪里？甲龙嘞？嗯，这个。恐龙数目太多，那好吧，那只好，只好让你们看你们最爱看的丁真工作。没问题。已确认。
亚龙这么凶哦，那你们通通都当饵料吧。各位先生女士，方哟，机会来敲门了，请回答。别啦，才50块而已。对了，我们的第四个小女警，我要去找她。小女警，保护每只恐龙人在安。等一下，这个目标，所以我刚刚不能让他 ，please。所以刚刚的任务是叫我保护这个呢，所以我看一下哦，他为什么我靠边边他会上下颠簸呢？这样，不要，应该有一只是被冠名的，然后，哎啊那只嘞，对吧？看娱乐目标有没有？这只不能死，这只死就完蛋了。所以，对，等一下啦，没有叫你走啦。我们改设这只。明白了。我们想要这只去迅猛龙的那边，还是双脊龙那边？好啦，双棘龙也好，双棘龙数目比较多。来喽！有恐龙等待回收。有蚊子。没有，没有，等下一只我再去迅猛龙那边。不能嚣张太久了，等下就要被抓走喽。这有点像那个哎、欸，杜拉多，眼睛啊，头部的样子。好了，30秒了，可以来射他了。先工作，没问题。来射他，我们去看戏。看，好了，完成。你也能想象，我们树敌众多，民众、公司、政府，他们会不计代价取得我们掌握的知识和技术。打喽！听着，不是每个人都喜欢我。研究素，有些人觉得我冷酷无情，但他们不了解我知道什么。有时令我忧心的不是吴博士知道什么，没事，看近距离来得及吗？看一下。知识来做什么？打预防。救鬼！看戏，看戏，看戏，等到看戏了。干嘛啦？不要吓我了啦！刚不吓过一次了。
他可以打几勒？已经完成了。哎，一群使用龙抬头。四处游走，社交，我在聊天嘞。我要打。啊？哪里？柯斯隆。设置追加工作。等下老在看戏啦。正在前往维修，了解。哎，不给看呢。哎，不会打哎。骗人吧。没有要打架欸，侵略性太低。好啊，既然你那么不乖，来来来。收到恐龙回收申请。哎，好，这是之前的甲龙，来来来来来来来，我们来找飞天小女警玩。正在接收恐龙。那这只就卖掉吧。我还没射到啊！我来，我来，我来。已开始运输。来，我来，我来。哪里在哪里？看无啦。资产控制小队通报发现恐龙，恐龙身份确认，确认落空。你。对不起，我错了。知道臭想进去是不是？哎、欸，它灵敏度好难滑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滑不到它前面。怎么动不了？恐龙运输完成。
第四五星没有吧？你看错了吧？我们来这里，前往回收恐龙。忽略性太低吗？攻防，我要打了啊！这是个危险的世界。哎，都不咬哎，我直接卖掉算了啦。它有抛物线，瞄身体会射到地板啊，傻了哦！看就知道是没在玩，然后教我玩的。啊，走！添加工作。不是玩安娜啦，玩托比昂啦，他有抛物线欸，安娜的睡眠标还不会有抛物线好吗？那边打架了没有？哎、欸，怎么要打、啊？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！你们猜谁会赢？只是叫嚣而已哦，要打不打、啊？哎、欸，他闹人吗？哇塞，在干嘛？哎、欸，改花花了。我要打，可恶！感觉没有要打欸，被骗了。你在科学部门的声望令人印象深刻。没有死，卖掉卖掉，正在回收恐龙，有没有咬啊？这是侵略性太低吗？哎，他反而在这边过得很安全呢。好好，你养这边，你养这边，他现在叫我啊。你看他这边才觉得舒服，那边恐龙太多了。社会就是这样子，一群瘦子会霸凌一个胖子，你看就是这样。
你说是不是？你确认恐龙送达？哎，糟了！趁我在播广告的时候，又一只掉下来了，什么鬼？嗨。天啊，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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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过来，感觉他们想咬谁？你看啊，这胖子就只是在旁边吃草而已，然后就被叫被叫被叫，要打。你看又一个胖子，真的很可怜。没有，不是团团，团团肚量那么大，才不会霸凌他。